我呀，我是咱们弄小九九，我的个天哪，这是在酷毙喽，嘿嘿，带回家，后面有多少点东西的铁铁们呢？小猪开始爬了啊，开始往沙地上直接爬。哎，你看有个洞，那个洞啊，应该就是竹叶上的洞，好好玩的啊，打点盐吧，你就数个一二三。他自己出来看看呀，在动弹呢，嘿嘿，哎呀，这家伙，哟，露头了，看看呀，哇塞哇塞，我这个天哪，大猪鼻子，啊，猪鼻子出来了哈，还不用出来啊，这是不是不太够啊？咋点？我去，步步高升，过瘾，你看看大不大？哇塞，这竹叶村啊，一直有好吃又好玩的海鲜的哈。喜欢大海点小红心，看我直播了，自己玩哦。